记者王荣祥高雄报道，民进党高市议员党内初选登记今截止，共50人竞争37个提名资格，11个选区有7区登记者多于提名席次，若协调不成，将进行民调，其中以凤山最激烈，八强五，左营男子区其次，七强四。党部说明，下届议员选举11个选区不含原民区，共将提名37人，结果共有50人参与。其中一选区旗山登记2人，三选区冈山3人，五选区仁武4人，六选区旗鼓岩2人。上述4个区同额，原则上不用民调。七个区有竞争，二选区鹿竹三强二，四选区左营男子七强四，七选区三名六强四，八选区千金新金林雅四强三，九选区凤山八强五，十选区前镇小港六强五，十一选区林园大寮五强三。